有一天，两个屎壳郎讨论福利彩票的问题。屎壳郎 A 说，我要中了大奖，就把方圆50里的厕所都买下来，每天吃个够。屎壳郎 B 说，你呀太输了，要是我中了个大奖，就包一个活人，每天吃新鲜的。是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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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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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